Hello，大家好，我是雷子，又代更了，差不多一个星期。行了，黑米别闹啊！手上拿了一个这个洗衣服的小球，他找到了，他非要玩不行。我就不让你玩，就不给你玩。蹭蹭，一看见新玩具你就高兴的不行了，而且这个也不是你的玩具，这个也不能玩。哎呀，行了行了，因为断更的这时间，因为实在不知道在家拍什么。好了，黑米别闹，你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玩去吧。然后今天呢，打算带黑米去趟那个宠物医院，因为前两天不是给大家拍过黑米那个脚，他脚上长了一个那个红红的小痘痘。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之前只是让微微为了那个贵阳他们当地特别出名、特别好的一个宠物医生。然后人家说可能是，那个皮肤组织瘤什么的这种东西，但是让我用那个药，碘伏加那个金霉素或者那个百多邦，但是我用了几天，我发现这个效果不是特别明显，而且那个脚上的痘痘越来越大。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他现在这个痘痘什么样子？来，上去，给粉丝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有好多粉丝说这个可能是那个蜱虫，但是这百分之百不是那个蜱虫。这就是长了一个痘痘，我感觉是一种瘤什么的。别动，黑米，别动，过来。他现在不让我碰他这个脚，一碰他这个脚，他就要跑。你过来。但我感觉他这个脚他是不疼的。看一下这个，越来越大，比前两天那个还要大，但是没有前两天那么红了。看黑米这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不服气是不是？今天呢，我必须带他去宠物医院做一下那个活体检测，看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需不需要切除。但是我看了一下，他就这个脚上有，其他地方完全没有。这个是不是他舔出来的，还是什么怎么弄出来的？得问一下人家那个医生，看需要开什么药，或者说需不需要动手术把他这个给切除了。越长越大，这么大，里面呢比较硬，特别硬。好了，走。一说走，这马上起来，走，把那个肩带穿着。走。上。差点摔倒了。坐好。每次一坐上车，你看他这个认真劲，就盯着前面看，可认真了是吗？看着眼睛，看着眼神。好了，走，出发，往后面坐好去，别我一开车你就趴前面，太危险了。到了，现在对面了，我在这里等一个我朋友。其实今天呢，本来打算是带着猫咪和黑米一块来医院看一下，把猫咪那个眼睛也复查一下，看那个眼睛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真是闹不动，光一个黑米我感觉我一个人都弄不住，更何况带个猫咪，我一个人弄不了。所以说一会儿叫我一个朋友，刚好这个医院是在我一个朋友他小区的对面，所以给他叫过来帮忙我弄一下，把黑米按住，怕到时候黑米他能折腾，都不让人家医生看他的脚。我平常有时候看他脚他都不乐意的，他都哎，等下次吧，单独把猫咪带过来，带猫咪去检查一下。你能把它弄住吗？我它能把我摁住。走。来，下车，黑米，来下车。我到宠物医院的时候，刚好碰到我妹妹了，我妹给她猫在输液呢，缘分。拉着，应该拉着。走，你猛一下卸，造个卸这个吸引剂了猛，你把它复印啊，它这个复印错了，我操你猛，叫狗臭，你狗先拉，我用这一个毛巾，叫狗不要踩呢，我用毛巾，这是我咋复印，这句话这个小心啊，哎，他复印，复印不通他。
啊，捏着。啊，捏着啊啊啊。啊。后肢。对，后脚着，这不是，这不是，咱俩坐去了。要么你个板凳。板凳，黑妹坐下来，过来，坐坐下。狗多大？这狗一岁半。多长出这么一个肉？多长出这么一个肉？就是。我跟你想表达意思是啥、哦？你如果想做火箭，首先你狗这么不听话，哦、要火箭的话，我得破坏那个东西，哦、他肯定要上麻醉。你不能说我一去这块血难流，对不对？哦。啊、再一个，再说就是很直白的话，嗯，如果说是需要做火箭，我就建议在去完以后做，因为他毕竟这么小，我麻醉、嗯、完全就有这个时间段，我得给他去哈了。对。对不对？我只能说去完以后，我跟你说火箭是这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嗯、啊、嗯、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再有？对。所以这你要考虑还要不要做手术，再或者就是你可以继续观察。你比如说我现在发现一粒斑、嗯，我再观察它一个月，嗯、它确实明显的变化，赶紧做。哦，意、嗯、思就开这个多少往长往大长嘛，是吧？大长不长啊？哎，如果老是歪，老是这么大个，你不懂呀，对不对？不懂呀，没么个意思。估计就是外观上看的有点对，对不对？啊，再一个这种大型犬它不像宠物狗，对。相对来说就比较聪明一些，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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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条他的群又一样的一片啊，也有可能寄生虫叮咬啊，或者他不小心碰着啊啊引起的啊。但如果说人家不变化不动，我能行不长，我也不懂呀，你懂呀？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如果需要做火箭，我就是给去哈了以后再做核火箭。哎，哦，火箭这下再跟你说，它是良性恶性，你以后一个心理预期，对对对，长不长？对啊。你是现在先到放着，先观察。第一，人家不舔；第二，人家不流血；人家不搞不搞，对吗？对对对。加这个手，而且我搁那里头很拧。是，我就是实心，它是长出来的。哦、长出来的。哎，人家有可能就是随便长出来没有东西。对，不是脓包，不是啥、啊哦。你像人家人，比如脖子啊，有的胖人上长这种丝状疣。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不懂人家的秘密，对不对？对对对对。啊、可以先观察观察。那行那行，哦，那行。那个东西啊，就是我听医生的意思是，只要不影响他平常的一些正常的生活，或者他不疼什么的，其实也没必要，就让我再观察一个月，看那东西还长不长大。现在就是这么个问题，说那东西其实就类似于长得上脸上长了一个那个什么突出一个肉疙瘩，类似于这个东西。行了，黑米，走吧，回家吧。等下次过来，下次过来把我家猫咪带过来再检查一下，他那个眼球萎缩的特别厉害，我感觉。去后面去，去，去吧，去吧。然后医生刚才也说了，如果说做活体检测的话，就得把那个东西给它给弄破。弄破的话，还不如就直接给它做个那个，把它直接切除了。但是又鉴于黑米它才一岁半，得全麻，所以说怎么说呢？人家还是让我保守，就让我先观察这个东西，如果不影响正常的。他平常的一些生活习惯的话，觉得还是没必要，先看着吧，等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就必须得动手术了。我觉得如果说这要到给黑米动手术的那一天，我觉得带着黑米绝育一块给他做了不行，黑米现在太皮了，让他失去一个当男人的资格吧。没办法，黑米现在太皮了，我觉得黑米还是得做绝育，到时候给我家猫咪绝育也给做了，两个全给他做了，让他们一天再皮再坏。我发现我家养的这些宠物啊，一个比一个爱闹腾，一个比一个奋进。去吧去吧去吧。我吃了。你看。行了行了行了。看这肚子肥不？俩莫死，再观察一个月，看他坐不坐，不坐的话，就相当于人是有坐个肉疙瘩哦。行了行了行了。